张丁丁是个社恐。我早上起来去上个厕所回来，他把帐篷都收起来了。他是害怕早起之后有行人看到了过来围观。昨天晚上我们来这住的时候也是等到没人了之后才过来的。今天这个天气虽然是阴天，但是看着景色非常的漂亮。我已经洗漱好了，我们今天在这待一会，看下不下雨。如果不下雨的话，就是也一起做个上午饭，吃完之后我就往北，他就往南，我们就江湖再见了。如果下雨的话，就在这再待一天。来嗦粉。张丁丁又是吃二两。我感觉要三点才够。你看他的那粉上全沾了蒜末，蒜越多越好吃。吃完饭了，然后天气预报这会又显示中午才下雨。所以呢，我们决定分道扬镳，他南下，我北上，就此告别了。江湖再见，走了。拜拜，有缘再见。好。人间烟火啊！下毛毛雨啦！刚骑出县城没多久就下雨了。这毛毛细雨飘的，哎，用昨天晚上的剩菜煮了挂面，有肉，有西红柿、豆腐，白菜剩了一两根，其他的全烂掉了。在这个田埂这里做了一个中午饭吃，现在把东西都收拾好了。然后我发现了这边有这个花，长得像狐狸尾巴一样的。有很多根，然后它这个尖尖这里有点紫红紫红的。百度了一下，叫做清香。
这种地板特别的滑，然后这种就不滑，我只敢走这种，就这样走，要走在这上面，哎，你看，它就滑，你看，这个上面它就，这个上面它就不滑。黄沙河镇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大楼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长廊，看一下这个立柱上写了些啥，要小心不能踩到白色的地方。最上面写了人杰地灵，行能辈出，黄沙河文化广场。解放通途，军国团结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黄沙河是解放军进入广西的唯一渡口，军民团结一致，搭浮桥的历史成为一段佳话。这个长廊里面下雨，这边因为风吹的进雨了，然后这边没雨，我今天晚上就把帐篷搭在这边。从这个位置再看看这个文化大楼，然后两侧，这侧写着广西北大门，这侧写着八桂第一镇。出来捡点柴回去烧，下雨这些柴有点湿，你看一天的雨湿了一半干一半。我拿了个袋子过来，给它放到袋子里面去，提过去啊，这个才是最好的，就是有点湿。哇，顶上这几个应该够烧了，回去做饭。我先来把米饭准备好，加水，洗一下子米，洗过一道之后再加水。加水，把米饭放进去让它蒸，还没有生火的先把它准备好。 OK， 准备了一张纸巾，生火做饭。今天准备做个大葱炒鸡蛋，葱啊啥的昨天晚上就切好了，所以我现在也不需要切菜，就等着饭蒸熟就可以炒菜。这回雨还下大了，哎呀，瞅一下米饭应该好了， OK 了，下锅烧油炒菜，这次不能烫到手了。哦 ，OK， 打上几个鸡蛋，一个，哎呀，壳子进去了一个，
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够了。热锅下油。油应该辣了，鸡蛋，这油杯，油放多了油，哎呀，我每次炒菜都把油放多了。没事，多一点就多一点吧。加入生姜片。加入青椒，还有大葱，加几颗花椒，再加一点点极味鲜酱油，够了。盐，哦，还好。尝一下味道，完美。开始吃饭了，白米饭，鸡蛋，大葱炒鸡蛋。往饭里挖下去，吃感觉有点老。味道还在线的。饭吃完了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这个栅栏里面都流进水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一块，这块还水少一点，还没有水，我也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流进来，我现在再坐一会吧，如果这块不流水，这块不流水的话，就把帐篷搭在这，如果流水的话，那我今晚就不搭帐篷了，睡在这个长椅上。我把帐篷搭好了，就搭在这片区域，刚好就这片区域应该是不会积水的。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明天好像也是还是一直要下雨，就先在这个地方先睡着吧，明天早上起来看下雨的话，我也不想骑车，下雨骑一点都不舒服。是的，朋友们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